大法师之帽，加士猎人徽章，杰罗斯魔杖，黑袍黑鞋，阿努比斯裤子，七十字手套，七星眼，银翅膀，七肩甲，七皮夹克，风之手环，四柱符符防御手环，两颗加五祝福防戒，两颗赫洛斯戒指，狂龙智力腰带，伊佛利特项链，六祝福红耳，六祝福直耳，六祝福绿章，六紫章，加五祝福敏捷符石，加五祝福智力符石，万能药有20罐，他智力到84，魔攻82，魔伤44，魔命50，魔爆是14%，伤害减免是16，抗晕24，哈佛是229，魔伤血量跟减免都吃满，防御39罐，总共229。月之斯利安哦，地狱死亡骑士的公爵马姿势，红变41，蓝变有99。我们看没有的，九只没有。OK， 合成次数12次，红变11次，和一紫娃独角兽，红娃17只，蓝娃24。缺这三只，绿瓦跟白瓦都探满了。OK， 合成次数紫瓦9次，红瓦12次。那收藏品是33、31，收藏效果血量是2620，防御13，魔伤6，无视 PVP 伤害减免加一 ，PVE 伤害减免加2，恐怖抗性加4%，减免5，魔命3，智力9。力量2，敏捷3，魔攻1。 OK， 33、31，水半圈，火16，地17，空9，格兰肯半圈，英海萨12，宙斯终极炸弹这边在开了，刚好法师是开这一条，上面有在开，这边开而多一伤害，阿顿减免袭击，斯利安重生之身上路一格，格利特前面3格，熟练度是2条，爵位的部分是勇士3，十一铜镜，七子记，谜语币还有22万，娃娃币4万，变身币7000多，有四色帽2个，加四祝福的智慧戒指2颗，这个是奇岩工程的战利品哦，荣誉的战斗手环，纯白万能药8罐，一些奥塔螺旋助防助理龙钻补充石印记。OK， 仓库写完呢，龙水还有56罐。老板是愿意谈的哦。如果有要谈这一支的，扫进来就可以了。技能相当够啊，等级也有，变身也有，3紫变1紫蛙。OK， 谢谢。